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挽联。之前这个火柴头，这个花蕾是不是已经变得更大喽？不再是火柴头喽，就是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开哦。开起来的话，应该很袖珍，很可爱。再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洋桔梗，它这个柱形是不是很高了？好在给它做了一个支撑。要不然这么高的枝条上面这么多花蕾的话，分分钟被这个大风一吹就容易倒。看到了吗？这个花蕾现在越来越大，是不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？哇，期待它绽放的时候的样子哦。很喜欢这个洋桔梗的花。再来看一下这个蓝雪花，现在这个蓝雪花的花量是不是好大了？大家看这一片全部都是花，哇，这个蓝色颜色越来越深，真的很喜欢哦。夏天，我觉得夏天大家都得养一盆，最好都养一盆这个花，看得让人非常舒服，很清凉，很清爽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这个花盆最好是要换一边，这个都是朝外面的，要在下面看才能看出它的美来。哇，好喜欢哦，这个开花量好大呀。再看一下这个蓝雪花旁边的这一个金银花，第一波花开完之后，看到没，疯狂的长这个枝条了，看样子得给它织一个网，让它往上攀爬，现在它都往这边攀爬，看到吗？哇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这个新芽。